现在说你们一个大的问题，现在在我们老家天气很热，和房子都有水，我这个看在中国在莆田，哇，我的心很疼。莆田的回南天，南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。哇，这个屋里都是湿的，湿漉漉的，然后墙上啊哪里，就家里有小孩嘛，他哪里弄脏的，两天没看到，然后那个地方就会发霉。是的，今天我们把这个一楼大厅洗了一下，把沙发都清洗了一下。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来，我有人走，哇，为什么有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为什么用瓷砖？瓷砖，因为这个可以说一点不舒服。我们在乌克兰有那个什么壁纸地板，是的，这个舒服的，看见了这个是舒服。然后这个说你老看见了都有水，我说什么有水，什么有水，然后夏天我又看都是家有水，一楼二楼三楼少一点。太难。我现在给你们看是这样子，都是这样子，和这个我又查一下。这里头的水汽，首先说一下，这个不是桑拿房，这就是南方的回南天。这就是莆田的回南天，一到回南天千万不能开门，不能开窗户，要不然屋里全是湿漉漉的。还有大的问题是发霉，这个不是脏脏的，这个是现在天气很不好的发霉，都有发霉，在这里，在桌子，在椅子，在墙都有衣服。哎呀，洗一下，收起来。洗干净，然后过年。对，嘉欣，对。你看，太大了。过年用了，对。爸，你知道，对，然后妈妈要洗。我们一起洗。拿出来，因为然后要放太阳。你知道吗？因为到现在都有水，嘉欣，会不会？会，还有你呢。来吧，因为，来，拿出来。厉害，再一个，慢点。一个在这里，还有一个在这里，和一个那边。那边，妈妈别踩。再见。这个声很好。好紧。我很喜欢宝宝有工作，我有说很多，好的，他们这个工作好不好？但是我有说他们要帮忙，工作，哎呀。他们快点要帮忙。不，放那边。好。要帮妈妈。阿秋。哇，但是它会飞。看下面啊。这里，因为它会飞。
我们走好了，好，今天回家心情才开心，我也开心，因为现在很舒服的，是不是？是的。现在在这里住，有这个新的味道。